600秒发言一次，你只要有课，随时都可以发言。最近看了这一部之后，又回去看《新世代演员》，果然还是那一部比较厉害。可惜再也没有机会动画了。如果没有看过的，建议是不要去看。它有点太好看了。但如果你要等到结局，可能要等一阵子。哎，对。怪怪，但以我 RJ 的实力，要追这点距离应该是不难的。可以吗？再给我一个尾流！哎呦，他这一手挡得恶心呐！尾流有了，但人没了。没事，下一场会更好。今天能金牌吗？今天应该很难啊，顶多再跑个一两场。等等就要来去挖矿喽！车子有一点怪怪的，谁是欧文？
哇，这个夹！好细。漂亮。我最后这一手磁铁。又该回来听这首的神曲了。哇，昨天回去看叶子景，然后再配这一首，看他的《银河铁道之路》，真的精彩。漫画能够画得好的很少啊。我觉得在 T 台上微笑也是漫画画得很好的那种。最近的话可能就努力点吧。分镜要画得好，那是真的不简单。干啥了？还好没掉下去啊！啊，不然就GG了。好像卡掉一个，掉下去那就危险了，还好他自己掉下去了，这关掉下去基本上就要第八了。这些角色能力有差吗？
有啊，挡视线的角度会不一样啊。我要加速上捷径，我第一圈就是加速上捷径的。二三圈不够稳了。什么歌？神曲《银河铁道之路》。接一头尾流，再接一个，感觉可以在这个足球场超车。要来到我最不会的躲棚子。哎呦！气刚好不够推到那里，就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气就可以到那里。感觉那里再多一个气会比较好。这个腰痛的花还没出现呢。挖矿等腰痛的花。这角色在风之谷看过，没错，联动风之谷。现在进游戏大概有一半都拿这个吧。有联动风之谷跟皮卡丘啦，皮卡丘我看最近已经绝种了。皮卡丘已经是完全看不到了。开飞机的这个还在啊。大家要氪金，不是他们有很多车，也都是有氪金的。再加一只皮卡丘也是 OK 吧？完蛋啦，没气啦！哎呦，这里出车祸嘞，严重到要按 R 的那一种哎。借个尾流，借一下，别走啊！
机的车啊，这游戏的车都还是有蛮大的不同。有一台氪金车可以突破系统的限制啊，可以点7070或者7700。啊！哭啊！没扣吗？扣小分啦、7070不用氪，你不氪是不太可能可以解到那个7070的。现在没这群啦、啊，等我们凯老师五分钟啊。啊，大凯还要五分钟哦。嗯，大凯在五分钟啊，可以先来飙车。我咧我先来飙车。豆哥，那、啊、今天也狗皮来那个吗？今天一定要把矿挖完，一定要到底。嗯今天一定要挖到底哦，大凯，不能再搞了。好，你说一定要过，我们今天一定能过，我相信我们的实力。可以开盘，可以开啊，可以开啊。上次其实就已经快过了，只要那一台机器人可以飞下去，我觉得那一关很好。我觉得来去做备战，先多拿几包卫生纸。完蛋啦、啊，没气！音译不要搞这个过，音译有可能不搞的。妈，他们就说你跟音译有没有关系？我有可能搞的吗？那你要问他。还好，依然血虐，开挖。这首、哎、阿杜新歌啊，大凯有去看的没？你有去电影院看吗？看啥？那个、啊、推我的孩子。哈？好像前一阵子在电影院。他要去电影院看的、啊。嗯，他要去电影院看的。电影院只会看到爱哭的孩子啊。
很吵，电影院都很吵啊。开扁了啦！哎，丁义，我看还是把它换回狗好了，那老鼠好丑。好啊，就行了。